你知道吗？我们亚洲喜爱的早餐都含有高 GI 值，补片我们看到的椰浆饭、炒米粉、猪肠粉。什么是升糖指数？升糖指数是指食物对增加血糖快慢的影响力。正常来说，食物中碳水化合物在消化道分解后，最后成为葡萄糖进入血液中，血糖便随即上升。高 GI 的食物比较容易消化而转换成葡萄糖，所以容易出现高血糖。相反，低 GI 的食物转化速度比较慢，血糖升幅自然比较少。现今已经有很多研究指出，低 GI 饮食能帮助控制血糖。低 GI 饮食的好处是能更有效地控制血糖，降低糖尿病发症的风险。另一个好处是它能给我们饱足感，可以延缓饥饿感发生的时间，从而帮助控制体重。你知道吗？ G 说是低 GI 饮料。通过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血糖指数研究所测试检验是 low GI 低升糖食品，它是由18种优质的谷粮、坚果类、豆类等配置，加上含有高纤维、高蛋白质的完整植物性饮料。享用 低 GI 的食物不只限于对糖尿病患者有好处，也为大家的生活有所帮助，预防胜于治疗。天天健康食品，家家信赖产品。